十年都行，你看到我。有没有夸奖？因为我上次跟你们说过呢，我做一个东西是杀壁虎的，我觉得真的很好用。为什么？我就听说羽毛怎么怎么，后来我看到这鸟很可爱哦，哎，可以吗？后来哎，我立刻动手做了，动手做做药，真的效果真的很不错。你看，你看啊，为什么？你看什么都有羽毛东西拿来用啊，还用。我刚刚新发现的，我介绍给你们，这个很容易找到的，这个就是我们打球一种羽毛球来的，打球的。我教你怎么用呢，我用我衣架穿出来，这样我已经做好了，不过我示范给你看。这种呢就是一种指甲油来的，指甲油。那么我们将它这样油漆了为什么我这样做啊？为什么我要油漆了啊？就是很简单，为什么我要油漆了啊？就是你看像什么，像什么？哎，眼睛。跟如果壁虎看到我玩到这边，好像一只鸟望住它，哇，望住它，哎呦，盯住它，它会害怕。哇，我觉得是我自己的 design 了，只不过有没有效呢，我也不懂。只不过我猜，好像一只鸟，一只大眼睛的鸟望住它，我相信它会。给那个更害怕，因为他的眼睛够大嘛。OK， 我就是来接你了，希望你们用得着，拜拜。